兄弟，我恋爱了！终于没有人砸了咱俩了！你快告诉我，多久？这是不是梦？是梦！是梦！啊！你俩是下一步要上床吗？啊，你确定吗？啊，兄弟，自己找找状态啊！想想你最爱的那个男人。不要把他想成韩国宋小宝好吗？你刚才是不是你一瞬间我觉得你想就是韩国宋小宝？你们俩在这场戏之前就是聊过说这场戏要怎么表演？不，因为不在可控范围之内。对，我们还在聊呢，可以见了很多那种吻得非常出色的吻戏，怎么亲会好看一点，会唯美一点，或者就换一个位置，换一个动作。然后之前我头扭一扭，然后之前看了很多参考，就觉得哦，他们可能这一瞬间分开了，下一瞬间亲上，就觉得特别的甜，然后特别的有那个氛围感，一条都没用上。对，一条都没用上，天哪，白看了，你知道吗？对，白看了。但是导演又觉得说亲的还其实是符合我们俩的。